欢迎各位来到谁来 fit 赵少康，你知道什么叫我们来宾啊？金普聪来 fit， 胡志强来 fit， 什么叫 fit？ 两位知道吗？这网络语，真的，我查了一下，我不知道对不对，它是 feature 的 feature 的简写，简写、哦、有的是写 feat， 有的写 ft， 但都加一点就表示简写，没有恶意就是了。这个意义用意很广啊，但是完全没有恶意了。有恶意的话是怎样？没有，有好意的话说是你的成就哦，好事情是。我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啊，反正这个是直播，年轻朋友可以看。我最不喜欢的电视公司用抓那个尾鱼啊，说狡猾尾鱼怎么抓怎么抓哦，尾鱼题目哦 ，wicked 哦，狡猾。那尾鱼都要被你抓来杀切片了，叫什么狡猾？还说他狡猾，他逃命嘛？你狡猾不是他狡猾？而且在英国的英文里面。说哦 ，this is a very wicked production， 还是好意、啊。我想你也知道嘛，说怎么可以叫尾鱼是 wicked， 狡猾的不是我了。哎呀，我没说你啊。不，基本上这个它是网络语了。是我开始一听，我以为是喂我吃东西呢，我以为是 feed， 你知道 feed 不是 fit 啊、哦，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客串呐、啊，反正大家一起来当主角，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客串，客串，对对，嗯、意思这样的，客串是很好的说法，很好嘛。好，那么就欢迎两位哈，因为两位都是做过驻美代表，都是这个美国专家了哈。美国最近很热闹啊，层出不穷，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事情哈。那有人说这个拜登啊就任以后呢，面对是两个美国，非常极端的美国。我们前两天看的民调啊，川普虽然输了，他的。Approval rate 还有48%、欸、支持他的还有48% ，disapprove 的52%，是每天啊、这个他们都有民调，就并没有，而且他的强烈支持者，所以那种 core 强的 strong 的还有30几%，对啊、所以就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到底怎么回事了？我觉得这个跟说它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这个词已经是很久了哈，自从川普这个担任总统之后，你想想看得票，川普这一次的得票其实比他上一次多了一千多万票，7000多万票，他是7400万票，多了将近1300万票，两个都是很高的票，而且他这个票不但没有少嘛哈，所以他的得票率也增加了哈，因为这一次美国选举人出来特别多哈，所以虽然这个。拜登赢了，他是8100多万票，但是你想想看，你就知道大家选举完以后那个情绪未消，尤其是川普在众门煽风点火，一直在喊这个、偷来偷去，我被偷了，他一直在喊这个的时候呢，对于这些他的支持来讲，他们一定不会、很容易的就放下这一种选举的情绪嘛、所以拜登当然他自己说他上任以后第一个工作要做的其中之一就是要团结、他这次的就职典礼的主题也是 America United、要把美国团结、是，但是就表示很困难嘛，所以这个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川普这四年来啊兴风作浪啊，已经把这个所谓的他们这一种国内的这一种白人的这一种比较属于右派的这一种暴力团体啊，已经这次其实攻入这个国会大厦的也都是这些人啊，什么骄傲男孩啊，3%啊，3%这个名字很有趣啊，也是个暴力团体。他的3%是说，当年在给英国打独立战争的时候啊，他们觉得不是全美国人出来打，是只有人口的3%出来有奉献过鲜血，哎，就是。他说我们是爱国志士的后代，这人后代是。对，志强兄，就是说美国到底怎么了？事实上不是现在开始，就普通人讲的没错。四年，其实之前查党什么起来，就是那种激烈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啊，这种啊轻视移民的，其实那种情绪在酝酿。川普是靠着才被提名的嘛啊，他开始大家就这个异类，怎么可能提名他？哎，他党里面有个20%、30%、40%支持这样的人，其他的20个人一站在台上，20个人分了70%，我一个人夺得30%的支持者，他就这样一关一关闯，这怎么提名他了就提名他了，就变成这样。到底美国怎样了？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感觉，你问普通兄和我哈、我的感觉，我以前认为台湾是政党对立最严重的地方。到了美国才发觉，尤其做国会游说，才发觉他们也很严重啊、
如果没有客人，都是跟你讲那个党不好，嗯，而且不好的不像话，嗯，哦，那公开场合不太讲，民间也不会斗得这么厉害，这是第一次。我说第一个，我发觉美国政党对立实在是很严重，第二就是这一次已经闹到台面上来了，嗯，是把这个美国他讲的右派啊，不管是右派或者那一种核心分子，或者是白色优越主义者，白人优越主义者，都把他挤到一起，然后火山爆发。我觉得那这一次的爆发，我觉得是不是美国真的就两极化？我觉得不会，美国还是一个既文化又有文明的国家，他们也不会为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啊，会对立。我最担心的是，第一，这个极端化带来越来越激烈；第二，从地上走入地下；第三，人多变人少，这变什么？都市恐怖主义。打城市游击战的啊，变成我就怕这些问题。我觉得将来，我觉得美国不会大规模的分裂，啊，就像以前一样，但是有少数被刺激起来了。但是会不会走恐怖主义的路线，倒是值得观察。不，我们都是在美国念书上回来的了哈。你看美国，然后英国，我不想在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同样发生一件事情，就算人家不是故意的，你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歧视我。嗯。你在台湾，如果路上交通警察拦你，你就正常嘛，在那边只要拦一下，哎，为什么你不拦他拦我呢？你是不是歧视我呢？你是讲黑色，不管了，就是肤色嘛，对。那本来这种美国歧视是蛮严重，最早的时候哦，黑白啊，这个有色人种，后来慢慢觉得好像好了。如果你这样讲，人家就是说你政治不正确等等。最近听说又起来了，很多人不想待在美国，是觉得说哦。怎么搞的是变成这样子的？其实之前可能大家只是压抑不讲，那川普把这个带起来了，你们怎么感觉在美国？你有觉得被歧视吗？其实，其实这个每个在美国留学大家都有知道。我讲一个好笑的，就是、这个我在美国念硕士的时候上厕所，看到背后上面写的“哈姐，外国狗滚回去”，你不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就看到有人打了个箭头拉到旁边，说：“哦。”我今天才知道你是在厕所里出生的，马桶上出生的马大，所以其实这个跟川普执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川普之所以能够执政的时候，就是包括当初他的最大的测试叫班农嘛，他们就是鼓吹这一种所谓的，你不要被政治正确打垮，你要敢站出来讲自己心里的感觉，好，所以你看他们都讲说你白人有很多特权，好，其实你们白人跟黑人比起来，黑人受到的特权比你们还多。好，那当这个经济不好，白人的失业的多，然后收入少的时候，这样的煽动的言论就非常有这个传染性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当初会当选，因为川普他们喊的，其实现在这个拜登我看他还没有上任，但他的这个未来的国务卿就讲了哈，就是说他们那时候在川普选举的时候就是攻击。奥巴马政府，你们是世界主义，其实你们都是虚伪的，高举道德大旗，但是你们没有照顾到美国一般普罗大众一般人民心中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中产阶级这些都被你们忽略了，所以你们这个去援外啦，去这个做世界的警察啦，这些都不是符合我们美国人的利益，所以我看他这个 Jack Sullivan 他就讲说，他们上来以后他们的政策就是要开始顾及国内中产阶级的想法，所有的外交政策制定都先从内政开始，所以您刚刚讲到歧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只会越演越烈了，因为经过了这一次之后，你看这个疫情，经过疫情之后，对歧视这个他们这一次最开始讲武汉肺炎什么就开始了，对极右上了，这些极右派的这些动作，你不要看它其实是有传染性的，因为他敢冲出来以后，他敢站出来冲出来，对对，冲出来以后，那些内心的人其实是会有一些人会有共鸣的，所以这个就是造成美国大概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一个内伤，一个分裂的内伤。这样说。不过我觉得是我讲真的例子啊，我一个朋友是韩国人，哦，学历很高，然后在大学教书，然后出去买这个百货公司买东西，
啊，结果就被一个黑人呐、啊、抓着脖子说，你看我们现在戴口罩都是被你们黄种人害的，你应该回去。哦，他说大家都在排队付钱呐、啊，他一句话不讲，他看一看那黑人比他又高又大，他就走了，算了，免得吃眼前亏。嗯，但是他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通电话，他打电话给我聊这个事，他就说他最难过的是哦，有120个人排队，没人讲话，没人干涉，嗯，没人讲话。他说这种事情以前不会发生哎，怎么会发生呢？所以美国的分裂，我想是一定会有。但是我觉得造成像说整个国家社会的强烈分裂、对比、对立，我想不会有。我最担心只是像我讲，走向小型的恐怖主义，好吧？我们看啊，这个众院啊，因为众院是民主党在多数嘛啊，那众院先通表决的一项就是要彭斯罢免川普，嗯哼，啊，这个让陈罢免川普哦，他可以的啊。那结果呢，民主党。这样讲了，总票数223-205通过了，那共和党跑了一票，跑到民主党这边来赞成，彭斯应该副总统罢免总统，但彭斯写了一封信给众院议长，说我不做这事情，这对美国利益不好，我现在不要罢免他啊，所以罢免不成，那民主党就说，那你罢免不成，我们就弹劾了。那我们知道前天弹劾成功了啊，就是今天就是礼拜四上弹劾成功了。弹劾成功呢，是用232票，众院成功，232票比197票，有10个共和党众议员叛变，就是支持弹劾川普啊、哦。上一次13个月以前，众院也那民主党也提出要弹劾川普，众院共和党没有跑一张票，一张都没跑，这次跑了10张，当然是指标了哈、哦。那通过了啊、哦，但通过后就要送到这个参议院去啊，那参议院说那个多数党领袖说我现在不处理，啊，等到让新的参议院处理好了哈。对，那大家怎么想啊？但是私下又听说这个多数党领袖说他们很希望把川普弹劾掉，最好就要离开这个共和党灯了哈。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拿了8128万票哈，川普拿了7422万票哈，基本上哈都创新高，这是有史以来不管共和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都拿了超高，打破纪录。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因为川普了，川普他能把情绪煽动起来，哦，所以双方啊要支持川普的、反对川普的都来了哈。那川普说，现在我刚讲众议院通过弹劾了嘛？众议院通过弹劾就要送到参议院。川普说，你们弹劾我是政治猎物，对美国十分危险。现在是十分脆弱的时刻，你们干嘛这样整我？啊、哦，那麦康诺就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啊、哦，他说本参议院美国的参议院本周不会开会审理川普弹劾案，那就到19号以后新的国会新的参议员出来了，因为加上纠结那两席进来以后，民主党现在变多数50-50，但是副总统是参议院刑事上的议长，他就多了哈。那到了参议院，为什么现在麦康纳不处理？然后到了参议院会怎么样？其实参议院要通过蛮难的哈，他要2/3，17个共和党议员要叛变才可以。但是这个共和党这些大佬想要跟川普切割也不是没有道理，也是为了自保嘛哈。你看他这些部长，从教育部长到运输部部长赵小兰，国土安全部哈，这通通都辞职哈。大家都认为他的这个作为啊，而且他老是死不认账哈。这个东西又是在现这个时代，还是被人家拍得清清楚楚啊。你明明讲过的话，你现在又出来这个否认，你明明煽动这些人，鼓励他们去，还说我会加入你们，
到最后出来指责这些人，他这样子其实是让他在共和党里面将来的影响力一定是没有办法再成为共主了啊，因为这个一般民粹运动的领袖一定是要表现意志力啊，虽然这个情势不好也要坚持到底。那像他这种俗辣的这个类似的情形哈，就是反而指责自己人是没有办法获得长久支持的啊。那你像彭斯是非常忠于他的，但是吃尽了他的苦头啊，他这四年来啊几乎是咬着牙齿忍着晋升啊，就不讲话。但是你看他逼他啊，其实大家说，我看这个《纽约时报》提到说，这个彭斯其实牺牲蛮大的。他如果不公开反这个川普的话，哈，这个其实他未来可能是共和党里面接班人，所以他但是为了维护宪法，美国的宪法啊，他做对的事情，当然是赢得一些掌声，但是也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大概就受影响。川普会这么嚣张，最主要是还您刚才讲的，就是他认为他本钱还很厚啊。哦，到现在你像说该不该弹劾，这个先问说大家认为他这一次这个国会这种暴动他有没有责任？七成的人都认为他多少有点责任，但是在共和党里面有七成的人都不赞成弹劾他，所以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虽然有责任不赞成弹劾他，觉得他反正快下台了，很多人觉得只剩七天了，干嘛这样子？所以麦康纳的讲法是对的，其实这个其实会造成更深的对立啊。如果这个时候再对他这个，但我觉得通过的几率也不太可能通过了。那既然不可能通，民主党为什么一定要提呢？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以国会为主动，平常讲不是两个党的党部，也跟行政单位或者跟拜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国会议员让人家闹成或威胁成这个样，然后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觉得有些人气不过，现在投票就会有这种情绪票，共和党反过来的人可能会比预想中多一点，但是现在投票，川普讲的没错，你造成更大的分裂和对立，我们国家经不起这样的阻力。这几句话川普倒是讲对了。那么参院的立场 O'Connor 他是反川普的，这个很清楚，他不会帮川普。那他为什么把这个票现在不投？我觉得两个理由：第一，冷静一下，这个是对的；第二，现在投不过，他知道投不过，何必呢？投不过是给川普加分呢，或者脸上画得漂亮插一朵花呀，何必呢？所以就等到新政府上来，然后这样诸事百废呀，我看一百天之内也不会投票。这一百天很重要，对他们认为说，美国总统前一百天是非常重要。对，那事太多了嘛，对不对？各种提名任命，各种政策的讨论，都比这个急了。美国这个参议院，他要通过，比如说部长的任命、将军的任命、大使任命，到底这个参议院有多重要？在美国来讲，很重要啊。他有你们那时候跟这些参议员来联系啊，怎么这有多重要？以前好多提名的人没有过，对对对，被刷掉就再见了。这不管你什么背景啊，他也官说，老叫游说了，也找了好多公关公司游说，那不过就怎么过啊？所以这一次啊，其实这个弹劾案会这么快，你看他速度这么快，上次拖那么久，跟共和党这一些一号、二号、三号人物立场一致有关，尤其这个二号人物啊，也是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哈，他这次也是受伤最重的共和党人之一，因为他在这个暴动发生的时候还在讲说，这不知道不一定是，说不定是这种反法西斯党这种所谓的左派人士来弄的哈，也没想到。他这一次也是，就是他们两众院跟参院都不表态，随便开放投票，就是开放投票，不像上一次了。上一次的话是全部通通这个全党团结哈，就是反对哈，所以这一次啊，整个立场变了。那麦康乐其实私下已经是很公开的，媒体上都有报道，就是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把川普的这个残余的影响力啊肃清，否则以他们的观点来看。川普这次的表现使得共和党可以说是这个受伤严重啊，短期之内啊要来恢复是很难的啊。就是你川普，就我们在旁边看嘛哈，实在是个坏人，我认为是个坏人，他整个的言行就很坏，不负责任，说谎说完了，然后当然没事一样哈，就是做一个人呢，假如我有这样的朋友，我都看不起他，我就怎么会这样子？他作为一个国家领袖。
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他？那我们一般觉得像智商选举，美国人程度是很高的啊，一般来讲程度是不错的啊，又有这个很多人又宗教的洗礼，对不对？然后又文明啊，文化都有啊，怎么会支持这样的人？而且到现在还这样支持，我怎么样觉得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欧洲人这都讨看川普是讨厌嘛，所以欧洲啊闹翻呐，英国 Johnson、对啊，法国总统德国还有德国通通闹翻呐。小国没有闹翻，大国都闹翻了，因为川普对人的态度真的是很凶啊。没有跟他闹翻的是我们呐、中华民国跟他做的最好了、我们对不对？我们的问题、不过你知道我要讲一句话，对不起啊，就是说，民间的新闻机构的统计，他四年总统讲话有凭无据的说谎20000多次，是，他也无所谓啊。不过美国人，我要讲不是无所谓，是有人信。对，就是美国人认为诚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讲说，美国人开始信任你，对不对？然后你给他抓到的时候，你骗他，从此你就没有信用。Nixon 就是嘛，对啊，那他怎么讲20000都是谎话？大家没，所以这个《纽约时报》今天的社论啊，他们共同社论讲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您刚刚讲的诚实，要回到了诚实。因为川普对于美国杀伤力最大的就是他的谎言不断。其实他这个跟刚才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赢得选举啊，跟当时的这个整个美国社会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奥巴马的这一种世界主义啊，都忽略了美国利益，所以你看他所有的竞选的方针跟口号，他们觉得说就不要去理这个 NATO， 好，就这个北大西洋公主制都不要管，他瓦解都不要管。然后呢，中东呢？要结盟，好，就说要这个中东要让这个大家接受以色列，好，这个其实这个你回去看他早年这一些所谓美国共和党的这些人，他们的这种主张啊，其实都跟现在川普后来所做的一些作为都是符合的，好，就是说要这个伊朗的要把它当成最大的威胁，所以你看他这个不弄伊朗协定，然后呢中国要围堵，中国要围堵。对苏联也是最大的威胁，他甚至把德国都看是未来将来的威胁，所以你看他跟德国为什么会处不好？其实他一看就觉得这些这个共和党右派人说，你看两次世界大战都德国人起来的，所以德国也是可能的威胁，所以他这一些作为其实啊，川普是个上任，他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其实他进来以后他也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啊，他是善于观察这个所谓的共和党内部的氛围的民意走向。好，我们看哈。刚刚讲川普上任以后干了哪些事啊 ？TPP 他退出，他不要干了。巴黎气候协定不敢说，环保人士很气。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退出，全国移民协议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中程弹道飞弹条约中就是中导条约退出，万国邮政联盟他威胁退出，但是没有退出，开放天文条约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他退出。就全世界很多他都这个也不参加，那个也不参加，就变成原来的这个他是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曾经是领导出钱出力，现在通通退出了。那拜登上来有可能通通恢复吗？志强兄，你觉得？我认为他多数会恢复，因为川普是 American Great Again， 我是老大，然后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跟你吵架。那我觉得拜登不是这样的人。拜登熟悉于譬如说台海关系一路走来怎么变化，他很清楚啊，各种条约我们游说，当年我们还游说过他，我还游说过他，大概的立场跟我们台湾就是说，你是亲自去跟他谈吗？这样有啊，要实的，虚的没关系啊，不像庞培友现在吧，老实讲虚的也给我们了，那也应该的，可是我觉得说基本上新政府，我常常想，一直昨天我要来，我一直在想要用什么最好的来形容，然后后来想不出来最好的形容，因为有两个很聪明的人跟我坐在一起，我觉得是两本书，根本是不一样的书，两个政策是两本书，两个政策就是两本书，你看完了一本书，你一直问下集是不是跟这个一样，不会啦，它一定会有变化的。他的人，我认识很多人，我不好讲名字的，会进入新政府，成为重要人物。他那些理想，其中有一个，当年还我做大使的时候跟我讲，哎，我们要跟中共开放军事交流，不然他不晓得我美军有多强大。然后随后
经贸交流啊什么什么都是叫做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嘛，积极交流，交流了半天把中共养大了，那川普后悔。可是这些人会不会改？川普到现在也没有说他要做很大的改变了、现在演讲过了，中共一定要对他所做的违规的事情负责，要被惩罚，当然嘛。但是我觉得他还没有讲出轨，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变化，说是回到奥巴马状态，那不至于，一个人一本书，跟奥巴马也不会完全一样了，一定是。对，当然是不会完全一样。每个人的做法。那刚刚志强兄这个题目我很好奇，你们两个都做过驻美代表大使哈，你们那个时候拜登的时候就是参议员的嘛？对啊，对，拜登做很多年的参议员嘛，对，老参几十年了，对不对？对。那你们跟他有没有交手过？怎么交手？他什么样的人？休息一下再回来。
那么刚提到两位跟这个驻美代表处，我知道我们对国会美国国会很会有很厉害的关系，做得不错的哦。我当议员的时候，光议员啊立委就在外交部陪那些什么美国什么国会议员啊，或是助理啊，有时候我当议员的时候陪助理吃饭，吃了很多次啊。外交部常常请他们，就把这工作其实持续做很久了，特别跟国会部门其实花了很多心血在做了哈。那拜登，志强说，你说你游说游他为什么游他什么事情？我们到后来是逐个拜会一定有他吗？哦，一个一定要一个拜会啊，那么多议员特别参议员全部拜会，众议员不需要一个一个吧？众议员也能够做到，他肯见我就去啊，就这样子，一天见五六个啊，哇，辛苦，哎，还有的参议员不肯见，我就去他的选区啊，嗯，他一定见的，我是选民的，不是，我去他选区，学人都会出来请客啊，他一看哇，来六十几个教授，哇，这个都他选区的。那对我们好得很呐、啊，不过我们常拜会的人当中没有拜登，他支持我们，重要的条约啦、啊、干什么拿去找他签，重要的宣言找他签，他支持，那个都我们国会组去跑，最支持我们，我不知道到底说变了没有，南卡，他不知道当选还落选了，现在他是活着死掉的，就我们当然活着的，就是说南卡，我们两个都南卡嘛，对嘛。他100岁还当参议员呢？他是100岁参议员 ，Father of the House 嘛。然后还有 Murkowski， 现在他的女儿 Alaska 了，人家女儿也在。我知道州长，他女儿原来州长，后来当参议员嘛，哈。对。他讲那个南卡，是他到100岁自己不选，否则他是可以，否则他还会当选。你说我记不清楚他后来是怎么离开的，他就因为我离开美国，后来不选了。我知道后来不选了啊，后来不选了。那所以刚提到拜登，拜登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背景，他是目前美国所有现任、前任或者是还活着的这个所谓的国会议员里面，唯一投票支持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只剩他一个的 only one， 其他都不在了，不在了就是退休了哈，他是唯一，而且现在还当了最大，他做了30几年好像，所以他对台湾应该是基本上是很友善的，友善的，当时他是非常强烈的哈。那刚刚讲到说为什么这个川普一直退出国际组织，其实跟他们的理念我刚刚讲有关，因为他们是单边主义，这川普的人就是很霸道。我那时候看什么叫做我们讲的说这个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跟 free trade agreement 哈，我们都讲自由贸易协定 FTA， 他讲 BTA， 他不喜欢，他就把它改了，所以有的人我搞混了，这两个到底差别在哪里？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只因为他不高兴就把名字改了哈。那川，我觉得拜登上来，他已经强调，他觉得这个川普啊，在处理外交问题上是个这个所谓的自干王。就是跟打篮球一样，是个毒的，自己带了球自己上来了。所以他说，你看你去跟中国打贸易战，你没有把同样这些 like-minded countries， 就是说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立场一致来跟中共谈判。对呀，你要有条件啊，出钱啊。对，不是他的话，川普不肯出钱。他的意思说，跟他要钱的嘛。对啊，他不是，你看他跟北约就觉得他们军费不够，给太少。对，日本、南韩他都这样认为。都要。台湾也是卖武器，他现在赚你钱呢，他怎么对你好啊？商人出身，但是他讲这很有道理，就是说你去跟中国大陆打交道，你一个人去跟他打，光他一个不够，因为你把这一些所谓的全球联盟，所以我那天看中共大陆的说法是说，他们很害怕拜登上来哈。因为拜登上来跟川普一样，川普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全球联盟组成，但他们觉得拜登有这个能力。川普还退出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不过那个巴黎协议已经自动恢复了，因为是在11月3号投票那一天是到期你不没有也没有去退出的话，就继续了。巴黎协议已经回来，所以川普这个的作风是跟拜登是不可能一样。所以这个拜登也讲了，他一上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卯足全力啊，这个去这个做内政哈。所以中国的问题，美中关系怎么样哈？其实等一下我们可以会谈到嘛哈。其实拜登就是会是这一种所谓他外交老手，他是可以这个把这个各国的这个领袖啊重新修补美国的关系，因为川普已经是把欧洲国家一些通通得，除了 Boris Johnson 崇拜他以外啊。不过 Boris Johnson 这次也骂他了。Boris Johnson 是跟川普不很好，对嘛？他人家说他是英国的川普嘛。对啊，他跟川普很好。他这次也骂了。其实他在移民问题上啊，在气候变迁上啊，
这些问题要跟川普是不同的，但是他就是喜欢他，所以我看这个英国很多这些保守的大臣讲起来也是一肚子气，觉得 Boris Johnson 太崇拜川普，太听他的。Boris 也是个怪人呐、啊，对，是的，好像怪人才能出头、你看很多地方很怪人很多的，好吧？不过呢，这个川普当时把，川普，我觉得他坏是说你要走了，你现在等于看走了嘛，剩下个七天八天就要走了。五天六天，出一堆花样哈，把古巴列入了黑名单，为了讨好在佛罗里达的那些古巴裔，当然从古巴逃出来，一定恨卡斯楚，恨这个政权嘛，恨共产党嘛哈。那说古巴又变成黑名单了，说拜登本来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和缓的外交政策，他就给你穿小鞋，看你怎么办嘛啊。那另外呢，对中国大陆，他不是搞了很多什么几十家那个什么有问题的，他认为有问题的公司，要求在今年的11月11日啊，你要美国必须要把这个股份通通撤出，不能去买他们的股份。他都已经不在了，对不对？他已经要1月20日卸任，他规定说你们11月11日之前这些股票要出清啊。另外呢，这个蓬佩奥不是上礼拜也宣布吗？所有。美国首要他自己给自己的限制，跟台湾官方接触的限制，还有跟我们主权有关，比如说双向人挂国旗啊，不能挂等等，他通通都解除了所以就解除了。那你说早不做呢？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意思呢？他到底是针对台湾好，还是只是故意想触怒老共啦、然后这个搞一些这个吃台湾豆腐？你觉得怎样？我觉得你要不要先讲？我觉得是这样，他其实不见得是针对。这个台湾中共好，或对台湾好，也不见得是针对台湾好。这他们美国人这个媒体上的说法是说，他最主要是要 box in， 就是框住这个拜登上来以后的政策。我把这个所有的你的这个水位都拉高了，看你怎么办。你如果去把它倒回来、倒转或撤销，其实他下的很多都是行政命令，像您刚刚讲，他是没有法律效力。那行政命令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是一个。这一任政府里面的一个政策的指导原则，所以他没有法律效力，所以拜登要撤销是非常容易的。问题是拜登会不会撤销？会不会敢不敢撤销？这个就很妙的一个说法。他对中国大陆讲，他很多惩罚性的关税啊，还有好像把禁止这个大陆的某一些这个所谓的他13个这个全代常会的这些委员的家人都禁止入境啊，还有中国学生这些问题。其实还要撤销都是可以，所以川普讲说他上来以后会全面考量所有的这过去这些制裁，但是这些制裁有一些是变成川普的筹码，变成拜登的筹码。他在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时候可以，我可以猜一下你要怎样怎样，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讲说不会有一个 wholesale reset， 就不会一个全面的这个恢复当年这种回温的情形，他会慢慢来，他会全面的一点一点把它系统性的，不像川普这一种高调的这种很突发性，所以他们批评川普说，唯一能确定川普的事情就是他的不确定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明天做什么，他都是 Twitter 才决定啊，那他的部署都不知道他下一步是什么，所以这些命令其实包括古巴的黑名单什么，其实都是可以取消的，就是看这个拜登他愿不愿意。但是拜登他讲过，他上任之后要头两年几乎都是以这个内政为主，所以在外交政策上，拜登做这些设的这些高门槛这些东西哈。他或许不见得全部会去动他，他会选择性的。好吧，到底以前对我们哪些限制啊？我们的正副总统啊、正副院长啊、行政院长，还有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不能到美国访问，不能到华府，不能到华府 DC 了啊，也不能去白宫啊，禁止驻美人员进入国务院大楼，禁止在双上元升我们的国旗啊，禁止展在这个美国政府机构秀我们的国旗啊，军事交流移除国旗。不能在社群网站张贴国旗等等，跟台湾主权有关的也都不可等等哈。郑兄，在我们的代表处也不能升国旗，因为通常一个使馆，我们是使馆，会挂国旗啊，挂国旗可以挂。那对，不能外面一定有国旗，但是我们的外面不能挂，里面也可以。我们是很狠，在里面做了一个国旗板，像国徽一样。那他没有找麻烦，这个当然是讲好的了。那他现在露出来一句话说。这些都是美国国务院自己想出来的 self-imposed， 我大吃一惊，我不相信，一定是双方是他一定 self-imposed 也单子也拿给中共，一定这个都是跟主权有关的，那只有 McCain 以前 Senator McCain 选过总统，他在越战的时候做过牢战俘，空军 pilot，
他妈妈他妈妈的 apartment 公寓就在中共代表团对面，每天升一个青天白日旗，升我们的旗，你知道每天升我们的旗啊，气就是故意气你嘛，谁对他也没办法，嗯，我们反而不能升，那还有很多看不到的啦。我去参加一个 party，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经验，大概90桌，我一定是排在第一排十桌的话，我是第九排最靠近男厕所那个位置。上厕所方便一点就是，那我不一直上厕所啊，对不对？那就是说，那你心里会不会有？而且我告诉你，哈维尔，捷克的总统，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奖章，自由奖章，因为哈维尔啊，声望很高嘛。那他只请一个外宾，除了捷克让美国人外，请我，他跟我私交不错。我以前常跑那个布拉格，结果国务院就打电话来说，杰医生，我知道你那一天没空了，不过我们请是照请，因为哈维尔总统要我请，我们只好请。没空，你没空，你不说我有空，那没空就没空啊！打一个电话就是很给你面子了，你还去？你问他，他敢吗？他今天会说敢？会怎样？如果你敢，会怎样？没有，等一下我那以后要不理你吗？那我们以前有个鲁兆忠，就是不听他的话，你就见不到他人了，不要谈事情了。结果哈维尔难过到第二天早上，在他住的旅馆，由他跟他的太太，那个时候已经娶了一个电影明星太太，和我跟我太太四个人吃早点。我们吃那一天是哪一天？我记得好清楚，是戴安娜死掉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吃早饭的时候看到一个女的穿风衣走过去，原来是卡梅拉，查理斯房子的女朋友，全世界都在找她，结果她在你们眼前晃过去，你看看，这个，所以我就告诉你，国务院就这样对我们。那我觉得福州兄在这里，我很同意，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力，忍耐别人给我们的委屈。但是今天恢复，我觉得应该。好，为什么会恢复？一定我们开过清单，我们很要这个，很要这个，很要这个。现在他快下任了，很多没有答应你的，一次答应，不就挑几个答应。哦，他一定还有答应。我们让美珠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换东西嘛。那他早不答应，为什么这个时候？哎，他要走了，没办法了。他走了，那他到底真的假的？不，我刚好奇说，你们两对夫妻。你太太跟他太太都是电影明星，哎，是这样啊？来来来，不能说，是我觉得你没话讲了吧？那你没话讲不容易，来来来，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个准则了哈，他其实是针对这个准则整个做一个取消嘛，那你说这个准则他们有没有实际照着做呢？其实不见得照着做。你说我有没有进过国务院呢？有，我当然进过国务院，但是都是偷偷摸摸，其实很不舒服的，好像对方给你一个好大一个 favor 一样。我告诉你，进小旅馆才不舒服了。他们国务院又没有经费，弄一个小旅馆，你难道不是小旅馆吗？你是偷偷进国务院了？进国务院了。哦，我那个时候还是小旅馆。然后你说他没有小在小旅馆见面了？哎。就是他们办公室附近，他就订了一个小旅馆，大家喝咖啡，订了一个8个人的位置。那边没有问你说你没事，不是跑小旅馆干什么？不，那你起码找个漂亮的来跟我谈嘛。结果都是罗德嘛。对，你说官员不能来这个双向远。对，其实后来也有官员来，而且现任的官员。那也是我临走的时候。所以他那只是个指导你政策准则，不一定要完全照着。所以如果谈这个事情的恢复或下一步，对我们是好事了，不重要。因为美国跟中国之间要处理的大案子多得很，这些双向员能不能官员进去啦，喝咖啡能不能进到国务院的咖啡厅啊，根本是跟我穿小鞋嘛。但是故意啊，但老共可能很坚持啊。你不会，老共不会。我觉得老共有大问题要解决。现在是这样的，以前是没大问题，不是这小问题就变大问题嘛。我觉得你鞋子已经穿上又不太小了。我觉得他的这些动作还有一个目的，激怒中共嘛，他也是要激怒中共啊，在这种反中的旁边，让这个反中的情绪再升高，这样。庞培欧干这个事有没有跟川普商量？他自己就干了。我觉得这个人，我听了他的演讲，我觉得他是个人才了。他是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的，也是后来念哈佛。
那他是有选总统的野心，嗯，因为他原来就想选参议员，后来被挡下来了，嗯，那他是有想选总统的野心，他是个厉害角色，嗯，对，他是口齿，他是充分的利用了台湾去激怒中共，嗯，那中共也就被他激怒了，当然激怒了，嗯，好吧，到底怎么回事？休息再回来。最近啊，几个美国官员，环保署长说要来没来，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来说要来也没来，好不容易就来了一个那个什么卫生部长啊，阿扎来了以后嘛，又说叫我们要买莱猪什么，大家说我说什么不喜欢买莱猪哈，那你们觉得拜登上任以后，这些美国大官高官会不会来台湾？部长，你觉得？我觉得有可能。嗯，我们一直努力，你晓得每一个来的人。美国的高级官员不胜其扰，我们都做过代表啊。你想，我们李光章大使在纽约跟这一个联合国大使，美国的吃中饭、吃早点、吃中饭，
吃饭的时候绝对有请他了，一定了，我觉得一定。那当时不来，我们搞到现在来，对，问题是他会跟你讲，我有空的时候一定去啊。对啊，我们然后会加一句话，你就是下阵也可以来啊。这礼貌讲这样，我们都会这样讲的，嗯，一定了。搞不好我们都做过这种空人情了，嗯嗯嗯，你不要看金溥聪老师，他也照样讲，对不对？金溥聪老师，这个跟我讲，你讲，胡志强眼睛里金溥聪是老实的，哎，对呀，啊，不错吧？可见你多不老实，可见我觉得他多老实。好吧，我怎么被夹在中间？来，我要讲的是说，会不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他设了这个所谓他们的高水位之后，哈，嗯，拜登会不会就把他刚刚讲，他不一定撤销，他变筹码？今天我跟你打交道顺利的时候，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是惯例，好，我是依例，没有去冒犯你，那但是这个变成他的筹码。那但是呢，我的了解，你从这个民主党，他是一个所谓的建制派，他跟共和党人不一样，他是所谓他们讲的这种所谓的建制派，哈 ，systematizer 哈，或者 institutionalist 啊，是这种建制派的，他们是教保来的。哦，你看他们以前跟我们打交道，最喜欢跟你讲说。没新闻是好新闻 ，No news is good news，嗯。然后说 ，more is less， less is more，嗯，还不是说少就是多倒过来，少就是多。嗯，所以他们的我那天听到这些他们里面内部智库的一些这个谈话的时候，其实就讲说，他们以后不会这么高调的，他一定是低调的做。好，那像这种刚才说官员来访这种东西，都是高调的事情。我觉得要有心理准备，哦，他不会对你不好，台美的实质关系会提升，因为现在国际氛围，参众两院的议员对台湾都支持，大家都反中，哦，参众议员，所以台美的实质关系好，会在国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将来当 WHA 的观察员的这个几率也会增大，哦，因为你现在美国现在都在帮忙推动，现在参众两院都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很多事情很好做，那但是呢，高调的事情他不会做，哦，他会做一些实质，刚刚讲他们比较实务，实质有帮助的，那空那个川普给我们的都是空头的嘛？你不觉得，啊？而且你看他们多不尊重我们，说不来就不来，这时候很可恶啊！说来就来，说不来就不来，哪有这种事情，啊？蓬佩奥做一件事，台湾不太谈，就是巴勒斯坦驻美国代表团，他还叫 mission 呢，啊。嗯 ，mission， 嗯，哎，不是我们这个 office 啊 ，mission 可以有大使的，啊，叫他撤走，因为什么？他不是跟以色列特别好吗？嗯，对啊，对，嗯，所以我觉得。蓬佩奥做的已经几乎到了极端，台湾这个派退马上下台的大使，其实是他一张牌。台湾又要很高兴，可是将来我觉得到了拜登手上，他会慢慢的少用台湾做筹码。不，我是觉得呢，你台湾还是要有自己的格调跟尊严，这就是不能什么不时接来之使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美国，我们是需要美国，美国不需要台湾吗？所以美国很需要台湾呢，啊。所以换句话说是彼此要尊重嘛，不能说我对你卑躬屈膝，什么都听你的，为什么需要这样？你今天如果跟美国说我不买武器了，他一定跟你讲，你赶快买吧，这是你不买武器不得了，打折，当然是嘛，怎么跟你买？说 F35不卖，卖 F16，我告 F16我也不要了，你看他要不要叫你买？所以我觉得蔡政府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他押宝押到单押，好，我们常讲说你在做生意也一样，买股票也好，你单押一支了，他前面大概就觉得川普。这个有机会当选嘛，所以你看，全世界最挺川普的这个国民两个，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中华民国，嗯，我们台湾的人，这个少有了。但是以色列人那个，人家所有都有。不是，这次把川普相片拿掉了，原来他那个脸书上有，马上也跟川普划清界限了。开始骂那个国会的暴乱，那这国际政治就是现实，但是人家拿到好处了。现在美国大使馆是在耶路撒冷，对啊，对，等于是承认这个是把首都，因为大使馆都设在首都嘛，川普等于给设在耶路撒冷就是给他很大的 favor， 非常大的 favor， 对。所以基本上倒退了，基本上你像因为这个所谓的美国的 US 这个 TR 就是所谓的贸易代表，跟国务院是两条线。我们以前在谈判的时候都是这样，国务院只是坐在旁边陪。你真正台票代表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贸易谈判代表。所以这一次贸易谈判代表是谁啊？对我们台湾非常影响大。不是那个华裔的那个戴奇吗？对对对，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基本上你看啊，他原来为什么你这个。拜登在最近也说他最近呢一定要先搞内务，所以任何国家要签这个贸易协定我都不会签。第二步，对对对。你想想看，你莱猪都进来了，嗯，所有的外国，我看智库的一些学者都认为你球打得太早了，嗯，你虽然把球打到人家的这个网子里要人家回，人家现在不动了，嗯，
而且他贸易代表是筹码给人家了。嗯、对，那他为什么干这事情呢？就押宝，他觉得川普，我觉得当时有答应他一些东西。川普一定有答应。就像我讲，一个清单出去，让他挑着给他，结果挑驻联合国代表来台湾，取消这种表面上的不平等的待遇。嗯，嗯我们一定有单子跟他换嘛。好吧，一个说明是在还，现在还他答应的 IOU。对啊，是这样子、啊。老美是说 AIT 这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还了，卖你们都军购，自己已经还了，没有答应你新的，没有让你要什么签 BTA 啊，嗯、什么 TPP， 没有这个东西啊，已经还了，都在我们的单子上。我想，哎呀，反正我觉得就是给太早了啦。其实给他搞得现在天下大乱。不是你如果找金辅中去做主，一定比这个好啊。嗯，不管你们两个谁去，我以后下去要请您吃饭了。今天对我讲这么好话，太难得了。你们两个哪个去都不会，都我觉得都会比现在好很多。哎，对不对？我不能讲，我不能讲，我们不敢讲，因为很多事情也许我们看不到了。好，谢谢，真的。嗯，为什么？我觉得。猜都猜得到，赵少康最会猜的。哎呀，我去干，他们都干得比他好。对呀、啊，你们两个干了，对不对？这是骂我们的这个想法。没，你们两个干一定干得好，就说连我都可以干好。我的意思是捧你们呢、啊，怎么你怎么负面思考？骂跟捧搞不清楚啊。那另外的最近什么第一岛链这个事情闹出来，这很奇怪，保密三十年，怎么三年就把？我觉得我们运气还好，这次的这个国防部长不是那个风。